面这一轮的规则呢也非常简单，每一次呢是全员上场，然后一名成员站在屏风的一侧，用语言描述面前的图片，其余的人呢要根据他的描述来摆出对应的动作，按照每个人的完成度，我们的导演组会打分，每题呢限时90秒。这一回合呢，我和何老师会加入到我们的一念关山队和我们的好六团队。首先呢，是我们这个好六团队来上场了，请大哥队先来。首先呢，由老秦来描述，其他的人来摆动作，而这一轮的泽林会加入你们队，因为他会涉及到四个人的动作。好，来，请上场。哦，我坐这边是。对，老秦来描述啊。准备，第一题我们只有90秒啊，来计时开始。咱们四个人就是哎呀，说话呀，你中毒不浅啊，两边人就那样式儿，老秦就两个人背对背，什么两个人背哪两个人背对背，外四个人并排站，四个人同时背对背是吗？不是，这两头的这两边的人 OK 好背对背站，然后弓箭步嘛，这叫弓谁弓箭步？弓步，然后两个手呢，四个手要碰到一起。四个手，我只有俩。哪四个手？他们一共8只手。看他的图是什么样的。你们就是两边的这两个人的手要仰着，然后碰到一起。啊，这样吗？这样。然后中间这两个人呢，背对着观众先站着。在玩死他们背对着观众，然后中间的两个人从中间背着穿过来，然后一只手扶地，然后一只手在上面比心。什么？我太好奇了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眼。我想知道是什么。你那个图片上的是人哈？是人不是什么蝎子啊什么的。不是都一定要倒着啊，倒着，中间的人倒着还是两边的人倒着？两边的人就是背对背，然后弓箭步，然后两个手呢举过头顶，然后碰到一起，中间的两个人呢要背对着观众，然后从他们中间这个圈穿过来，然后一只手扶地，中间的另一只手在上面比心。什么呀，很多人腰都快断了，反正真的这个腰确实有点疼。不对吗？不是背对吗？背对这样这样。好，请拍照。来，我们对比一下，我觉得真的不玩笑的，我们对比一下啊。其实说实话他的描述呢大差不差，但是确实很难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，对比情况。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泽林和豆豆是对的，对吧？那不是背对观众。对的。不是这样，那不叫。是背对的。那不是背对的。你认真看，是不是背对？他转过来。哦，是背对的。不是。你应该说中间两个人模仿蜘蛛侠，但那个丝喷到地上。那个太难说了，那个。哇哦，他是背对的。打分了吗？好，来，请亮分。看看小芳，好，5分。满分是几分啊？10分。满分是10分啊。1分有点过了吧？小芳，你给了1分。哇哦，你们加起来是个满分呢，三个人加起来是个10分。1分啊！来说说看，你还不如0分。你这1分怎么得到的呢？问一下啊，就给0分是吧？因为不能给0分，所以没有0分这。我就那么一说，你没准最后赢就赢在这一分了。来啊，来讲述。导演组给大家设计题目的话，肯定是从简单再到难的，所以这是入门题。这是简单的。对，你们队伍里面可以找一找问题到底出在谁那儿。出在我行吗？啊哈。对，有人承认就行。问题就出在题那儿，这题太好，这还是入门题。那么下面换到我们一念关山队了，我们诗诗队了。诗诗队呢，首先是诗诗来描述，我们其他人来摆动作，我会加入。来喽，加油啊！好难。他主要有的动作坚持不了很久。这么难？他已经看完了图片，现在皱起了眉头。皱起眉头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准备，计时开始。
前面两个人，后面两个人，然后我们在前面，我们前面，我们后腿比较软的人在后面。何老师，对自己选，我软一点，我软一点。这个谁是谁还带着后腿来的？我想问一下。一般只有四条腿的有后腿。是是，我只有一点前面，我没有后腿。我们是人，没有前腿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只有两条腿，前前腿。后腿，学过舞蹈的人会说后腿。打戏打戏打戏会有踢后腿的时候吧，后腿比较软的在后面。啊好，嗯，然后呢，前面两个人相对的里面那一侧的腿跪地。里面那一侧的腿，哦这样 ，OK。然后外面那个腿在旁边打开。打开。在地上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是脚趾打开吗？腿就是旁侧腿啊，打开了。对，然后右手扶着自己的谁呀？右脚。前面的人，后面前面的人，前面。我现在都说的是前面的。哦。对，然后呢，上面那只手，然后在自己的耳朵旁伸直。耳朵旁伸直。往上伸直。掏耳朵呢，在这儿。往上伸直。耳旁伸直就这样吧，这样。好嘞，然后后面的人里面的手在上面交握，然后外侧的那个腿就用右手搬起来。我左面，我右面能软一点，我右面软一点。我一个 L 型的腿。哎啊啊，这样。往上的 L 型的腿。往上的，掰断了。来，摸脚还是摸腿？我准备。抱着自己的脚。九，八，就这样，拉弓一下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不是，雨宁哥，你想他这肯定是一个对称图形嘛？他这样搬，你怎么可能是这样搬呢？没有这样搬啊！你看他，哦，你这样搬啊？对啊，他不是 L 型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图片。哦，我们还要测个腰。雨宁的是反的，对，雨宁的腿搬反了，他想的 L 型是倒过来的 L。对，倒过来的后腿嘛，我一直说是后腿。主要是一开始我们找后腿找了很久，因为我们就两条腿，我们没有前腿后腿的分，那个是形容，是是的，形容的好精彩的四肢动物。对，但是他说的是很准确，你看他给我和。其实他给我和迪哥都说对，和迪哥的非常准确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俩主要是腰可能没那么软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弯成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而且我们俩在前排，对我们这个都很友好，非常友好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导演组的分数。哇，十分啊，很高耶，满分了都，非常的高，这个分数已经高到了26分。